同舟韩梦之队知道你并喜欢你，你一直都是阳光钢铁直男，看了山河令忍不住戴上温克型滤镜，怎么那么娇美，但你会一直是海哲们心中那个一直坚守自己梦想的阳光大男孩，皮皮汉，未来可期。刘俊，你不是说要帮我写歌做专辑吗？现在不要求你那么多啊，十八号记得来一空间我的首唱会现场啊，就够了。如果不来怎么办？不是，来了是第一步，第二步如果不会唱我的歌，那是不是得是不是发个微博道个歉什么之类的。对啊，来三二一走。Baby， 今晚大老虎跳起爱的恰恰舞，想你最妙的步步 ，Loving Body Body。哇！我是张哲瀚。这种感知和爱是相互的，所以很谢谢你们。然后，因为那个预算有限，所以呢，就自己做主持人了啊，就没有主持人了，就我全程我自己主持。听听你们的故事，听你们在入场前都写了自己的小卡片，我什么什么我啊，等哈，裤子太紧了蹲不下来，这个我选一个啊，我选个那个，这个第一个就很吸引我，他写了四个我，这个人 是不是比较自我啊？然后，哎，这个人说我错过我，看来他跟他自己有点东西，发生了什么很奇特的故事。好，这里还有个很厉害的，我骗了我。我看看啊，还这里还有个更厉害的，我叉叉我。我再选一个哈。好，这个有个很厉害的，写了个我想做我。谢谢。然后呢，下面这首歌是我拍《天涯客》的时候在剧组一些感想吧，一些生活的感想，然后写下来了。然后这首歌呢叫不说。OK， 哎，这衣服太热了。什么？想得美。好了，没有哪有我的家乡在青藏高原啊，我弟家在东北。是这样唱的，没，不是在青藏高原，那第一个字不是我，没有这个唱，我的家在青藏高原，我的家在东北。